今天的两队来宾，先是对这一边请到的是好久不见的王立人、喜剧达人金刚以及大腿会跳舞的周柏平，而这部队则是请到了 Kido、 可为、宋庆龄以及卓锦依林。哎呀，两队可说是势均力敌呀，大家要继续加油喽！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没错，今天两队要好好的拼一下了，获胜的队伍可以得到10万块的奖金。输的队伍呢，就得吃这个就是鳝鱼干。好了，那就考试啊，这个一样啊，这个就是押金了，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的少年特工队出发。超好笑的疯狂萝卜蹲来喽！每队派出两人进行萝卜蹲，参赛者需以规律的节拍指定出要蹲的人，而蹲错者即为失败了，必须下冰雪池接受处罚。哎呦，打开爱滋一喽！好了，那一样啊，外国人对，我们让外国人先开始好了。预备，预备，开始。密西西比州蹲，密西西比州蹲，密西西比州蹲完。奥克拉荷马州蹲完，密西西比州蹲。密西西比州蹲，密西西比州蹲，密西西比州蹲完。马太斯特尔顿古蹲。马太斯特尔顿，马太斯特尔顿，马太斯特尔顿。密西西比亚州蹲，密西西比州蹲，密西西比州蹲。你刚说密西西比亚州。亚洲。哦。但起码他的字是对，他只是念错音。各位你就认了吧，大家可都听得很清楚呀，还是快点热身一下，准备下冰水池吧。可以啊，可以塞一下啦。宋庆龄先啦，你先发球。为什么会先？不然我先也可以啊。好，你先，你先。二海二周蹲，二海二周蹲，二海二周蹲完，密西西比周蹲。密西西比周蹲，密西西比周蹲，密西西比周蹲完。二海二周蹲。二海二周蹲，二海二周蹲完，西维吉尼亚周蹲。西维吉尼亚周蹲，西维吉尼亚周蹲，西维吉尼亚周蹲，密苏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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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蹲。西维吉尼亚州蹲，
们千万别走开，我们马上就回来。随便乱念啊，什么就得倒，好不行哦。好，预备，开始。阿拉巴马多多，阿拉巴马多多，阿拉巴马多多，哒啦，今晚今晚多多多。好，失败。哎呀，他念什么？我好想知道。我要心情导。我要心情导。心情导。心情导。这个比较好念呢。群导，我们群导。可是滑不溜丢，很容易掉的哟。好了，无花接力
赛这个厉害啦，拿着。苦瓜。苦瓜。是小黄瓜吗？因为是小黄瓜。不是，没有啊，是大黄瓜，然后也是俗称的苦瓜。好辣哦。苦瓜要吃的时候要把皮削掉，或者是呢，大家比如说在一些东南亚的这个料理当中，都会看到切很多的苦瓜片，没错，就是你可以直接这样子拿起来吃。但厉害的这个关卡依旧是要考验每一个艺人对自己嘎吱窝认识的程度。来，黄仁福，准备好就来了。喂，哎，不错，这个嘎吱窝就是灵活。哦，他现在就开始真的装扮去逛街啊，上街去买东西啊。其实我要训练嘎之后，让你试试看。好来，计时两分钟嘛，对不对？然后两分钟看你们抓几只哦。预备备，计时开始。加油加油！夹一夹，有要抽筋的感觉。失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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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蛮难的，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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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呢。哎，低一点，低一点，对，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太低了。真正有有有有，今天有哪一个比较厉害？失败，失败，怎么失败？我和那个失败，我和那个失败，失败，不错哎，有速度哎哦，失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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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几秒钟，没事，这不是。几个 miss 啊，但是呢，就是速度还算蛮快的，二四六七七根，所以总共人虎队有七根小黄瓜。谁是队长？大黄瓜，这是大黄瓜，七根大黄瓜。接下来轮到的是鞋子队的挑战。好，接下来换我们鞋子队啊，鞋子队哦，我们这个就是不能有失误才有可能赢啊。究竟鞋子队能否超越人虎队七分的记录呢？好香哦！预备，开始。没有，这个很难哎。快，开始。加油，加油，加油！不要玩哦，不要玩哦，加油！还不可以夹，你要传过去才可以夹。快，快，走！可以可以可以，好，马英用另外一只手被我看到了。
吗？这一个只能算半分。还没，好，放上去了。我很厉害，我嘎吱窝，平时都有在健身的啊。我不要这个。哎呀！你们后面怎么一直输？哎，小黄瓜的味道。好，我们来看到现在呢，已经到。我跟你讲，你们失误就失误在你们因为穿雪衣，不太会滑。好，下一个。一下都是小黄瓜的味道。好，好香，好香。厉害，你要穿速度的味道。用这个好，对，太快了，是不是因为他的衣服太大了？没有，对啊，没有，但我看，这个他应该脱掉，我夹不到。那我觉得好像不是他的问题，对啊，因为他一直都是夹在这，没错啊，只是你去夹用很奇怪，而且我们正常夹，比如说你放在这里，我就这样夹就好，他已经转太快了，我不知道你屁股翘这么高，你要怎么夹？跟人家比较下去，下到他蹲得很酸呢。他们到那了，好开心哦，他已经蹲得好爽哦。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鞋子队总共有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7-7平手，大家都演一下哈。一阵在水上多尔衮呐，一人必须在限时15秒之内用翻滚的姿势前进，到达终点时成功站立在浮板上就算过关了。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玩起来可是会晕到让你受不了的哟。哎呀，多尔衮，就是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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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但是请大家注意啊，一定要滚一圈一圈一圈，你不能就是想要那个偷鸡，比方说用跳出去滚的那种。要一直滚，15秒之内要站在那个最后一块板子上。好，你们先来示范吧。我们先拍一个示范，标准的，先拍出王少爷。对，上次玩你有成功吗？没有，这样没有成功，过头，对不对？哎，你不要说我。没有了，我跟大家讲那个诀窍，就是你要自己要拿捏好，你最后一滚的时候站起来刚好要在黄色。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只露出一个头，有没有？然后他怎样，你知道吗？我们刚才讲话的时候，他就这样，他露出一个头，拉着浮板。好了，我先来了。好，好，加油！示范哦。示范，今天第一棒。加油！加油！王少爷。走过去哦，要滚到最后一块站起来3秒就算过，绝对不会下水。来换我，加油加油！很冷，预备，准备好了没？好了，好，现在要开始喽。好，来来，小将15秒而已哦。好，不要掉下水哦。好，开始。
踢它是一个那个中间的，它因为它是 double 踢。但孙贤志，我很少听你在公共就是那个露营的时候示爱。怎样？你刚才说哦，他还蛮正的。我大家不要不相信他，滚的蛮正。有没有听到？会直接镜头称人家蛮正的吗？你再试一下。有讲啊。不要你再讲，不会，你再讲。不可能，好不好？来，接下来轮到我们这边派出慧人，对不对？那我们派出就王丽人啦，王丽人，王丽人，输的要打脚底板哦。王丽人今天来就傻笑而已，他也后悔今天来。有没有信心？大声一点，有没有信心？有。好，加油啦！刚从日本回来的王丽人。金刚的棒球队的队名叫
很厉害。OK， 实力强最重要。即将要成为那个职棒里面的英雄了，真的。没错，第一名都被人打烂了。加油了，好，来15秒，预备，开始。有跑那么快？一直抖抖那么夸张，你会太过分了。好冷哦！阿弟好强哦，而且怎么可以直趴膝盖啊？超冷的。他只有大腿的肌肉在趴平。趴平，好强！趴平都全身的，有没有？好厉害！好，好，我们这里派出男生棒，真的，踢，好踢到。这边派出的就是你，小胖女。哇，不要叫我小胖女，你自己胖干嘛拖人家下水？这样也好了啦，有那个游戏就玩。很夸张哦，我从后面看到蚂蚁，可以看到它这边两边连接。哦，豹子。你回去吃什么？你吃欧罗不要。我感觉回去日本应该很难吃的胖哎。没有，对。你是吃什么？欧罗布？妈妈的料理。妈妈的料理。妈妈的料理。爱心的。对。我都想啊。啊，因为妈妈会一直逼你要吃完，对不对？对，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妈妈都这样。妈妈每次煮东西都煮一大锅，逼小孩一定要吃完。好，来加油，小胖子。加油，小胖子。小胖女，小胖女。不行。下不下？小林，你妹妹。嗨。抓不准去。
你得分，我们才会赢。好，我们发现最近瘦身有成的许梦哲，现在已经剩下100公斤了。150剩下100了。加油，梦哲！明年大家看到他只剩下50公斤。预备。对他来这种身形来讲，应该最有。没有，慢慢的那个谁，蚂蚁也超越他的滚哦。好，好，所以呢，这关比赛下来呢，蚁人也可以啊。哎，有迹象，有迹象。这关比赛下来呢，是1-1平手。真心改版全民英检来喽！这回参赛者要在湍急的滑道上不断念出台语单字，想尽办法让下面的队友猜中国语意思，就算过关了。但如此激流下，艺人们有如鸡同鸭讲，不信你看。啊，全民英检。是声音的音，所以我们在各国的方言啊，或者是语言都可以在这一关成型。所以我们这一次做的呢，就是台语。台语。对 ，right now， 哦不不，今晚台戏。我讲台语。有台语。有台语。台语 only， 好不好？刚好台语。好台语。所以我们派出第一班就是钟婉婷啊。钟婉婷。钟婉婷，大声跟所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讲说，你的题目是什么？家答。家长，是家长吗？家长，家长，家家家家长，啊，加油啦！好，来，大声噪音啊！预备。
是你。我好难啊！惨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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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这个连我都不会。蜻蜓惨你！惨你！对，这个叫惨你，就是惨的意思，就是有。其实它蝉的意思有一个甜的意思啊，那你你不知道意思是什么，但是蜻蜓它也觉得蝉呢。那观众朋友不要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蜻蜓又有在那边蜻蜓或是什么的念法，对不对？错，台语的念法就是有时候啊，它中文是这样，台语是跟它完全没关系的，所以呢叫做蝉呢，蝉呢哦，蝉呢，我卖掉没了，失败。好了，接下来换我们茄子队了。我们发现了这个游戏越来越难了，因为啊，我们少工有很多来宾不是来自日本呢，就是从小到大在国外长大的，对，所以要练台语其实相当的困难。你的题目是秋林啊，秋林，好，我们不相信有人听得懂。秋林，秋林，你要大声一点哦。对，这个方向对，对。讲你们的这个题目了，好不好？加油了，听噪音，一贝贝。记得你的题目是几哦？记得你的题目是古灵。不是。古灵。你的题目是古灵。全都念的不是很标准。啊，林叔啊，求啊，求念，而且你的眼睛不会黏住啦，他眼睛黏住，你看，他一直张不张？为什么？我的眼睛不要掉了啦。好，告诉大家，橡皮筋的台语叫做求念。就有时候你如果去那个路边摊啊，你要买那个汤汤水水啊，然后你需要到橡皮筋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他，涛哥，盖蛋好，我一条求念。他就会给你橡皮筋了，所以呢，九零橡皮筋，谢谢。得分，换人不对，好来，预备，出发。孟哲说的字你猜对了吗？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你叫汤人，汤人呢，你问人家其实有些人会知道，但事实上呢，变成是有一些台语它翻过来会变成是日文的，就像卡虾，像卡车，没有人讲卡虾，讲拖拉古。那拖拉古是哪里来？是从日文那边过来的，所以窗帘的窗帘呐、啊、的台语就叫卡帘。大声哦、喔，他、啊、是滑水道就不能讲了。有，再念一次。大声哦、喔。好，我讲一次。好，不是好啦。好。电视啊，电视。天棚。天棚。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他的皮肤是什么。天棚。天棚。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很像，很像。天棚。对对对，很像。天棚吗？天棚，就天棚。我就在我的位置抓东啊，抓东啊！好，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接下来看鞋子队。好了，我要来开一个台语职能教室了。好，来大家，我要出发喽！告。四类，大家一起来猜猜吧。好了，我要来开一个台语职能教室了。好，来大家，我要出发喽！告。跆拳道社的同学要来帮我们示范这个八方击破，因为我们之前啊做的那个
很难啊，其实没有，我们上次的动作都没有确实，所以有些东西是你习惯。没有，我觉得有时候不是确实的问题，有时候是你要顾虑到同学手指头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做，比方说我们做一个类似好一个跳旋踢好了，那同学踢得很准，那我们可能就会踢到他的，因为我们没有练过，对，所以踢不准，所以没关系，我们请到他的同学来示范，要模仿示范，有一个叫做康康的是吧，在哪里？为什么你叫康康？因为我名字有个康，我的名字有个康，你长得也不像康康，对啊，那你会很搞笑吗？还好。还好，你是跆拳道队的队长还是？是社员。社员，对，成绩是算是里面最优异的，对不对？动作算应该是动作漂亮才有办法。所以我来见识。好，所以康康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加油了，好不好？二十秒要全部踢破哦。预备，上！别抢了，二十秒而已啊，来打我！扶一下，扶一下。来来来，听少爷二十秒的时间，李美美。Oh!
踹他之外，还踢这个人。对不起，对不起呢，拍谁拍你？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他从头到尾一直道歉，他一直踢人家的身体，倒霉，哇，倒霉，哇，哎呦，把人家手都踢到受伤了。但是我想，如果能够唯一能够治疗这个受伤的，只有抱一下了，对不对？抱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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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慰人家一下嘛，对不对？安慰一下，哦。还没交弟弟，真让我，哎呦，太高了。好了，交弟弟。他跑过去了，你慢慢过去找他。明明就是你来演出，好，你只有二十秒的时间，预备。
刚才要跳起来，因为离太近，手一直在撞到。而且你还把那个人家那个爸爸断了，他手断了。教练的爸爸也是，爸爸拍谁？就安娜吗？没有，放下。好，所以请梦辰、梅公关，接下来我们鞋子队要派出最后一棒了，只剩下我了。你赢过格斗天王，还有赢过新兵的我。今天是会稍微迟缓一点，因为大腿伤，要小心。好，但是我们尽量小心，不会踢到你们的脚。哎，不会踢到你们的手了，不会踢到你们。废话。好，来。但是十万块的奖金的两队都要分出来分了，哎，对啊，另外。